哇，富士山，然后还有云海前方，这边漂亮哦。富士绝景，展望公园。我记得这边还有一个地方。富士山离我们好近啊！怎么都有蹦蹦蹦的声音？难道这边有靶场？这圣君老师走遍秘境绝景，圣君老师打人带路。我现在要去一个展望 deck， 70公尺。展望台。从这条走，哦，一直这样蹦蹦蹦声音。展望台在哪里？哦，哪里没有在？哦，哪里没有在？塔内基展望台，快到了！妈的，一大早就爬山了，我操！不是说走一分钟，真笑哎！呜呜呜呜！塔内基展望台到了。Popo， 好喘哦！停止录影。